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先来开始做今天的蔬菜沙拉。在煎的过程中，尽量不要去翻动它。那我先把新鲜的蔬菜先切起来。蔬菜沙拉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，要加入橄榄油和醋。这个时候只要加现磨的黑胡椒，以及品质好的盐花，稍微搅拌一下。一开始在煎的时候呢，还是选用鱼皮先炒下。适量的橄榄油，先把它煎到酥脆，再选择另外一面再开始煎。要注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黑橄榄，只要跟橄榄油做些微的调和。OK， 刚刚做好的沙拉，我们把它放进新鲜洋起司，混合各种颜色不同的番茄和茄子，做成盘中的装饰，那就完成喽。